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里是属于对数方程式。首先，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两方程式有什么特征。这底下可以改成一样吗？可以，但是上面不行。那没关系，我先把底下改成一样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一句话，麻烦你把两边画同都个。好，问题来了，这是二，这是四，重点是先卡在这个一。好不好？这一先刚刚合璧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一？它落给四为底，好不好？这边写四是就一了，加上落给四为底，还可以减一，等于多少？落给二为底，还可以减九。好，你先看这边，好，你看一下这边可不合璧？可以，所以说这边两个log相加。我们这可以，这时候可以提出来，变一个 log 加相乘，四乘上还可以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是一样，这 log 来，我这时候把二变四，好不好？二什么变四？把底下平方式就是四了，这边呢还可以减九，平方式也一样，所以说把底下给平方，上面给平方，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大家都变成 log 以四为底，之后第二步再把 log 以四为底去掉，老师可以得到四倍的 x 减一，会等于 x 减九几次？两次。之后把它乘开， 4x 减四，会等于 x 平方减 18x 加几？81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把这些移项，所以 x 平方。减掉 22s 加上85等于几？0。麻烦你把它抓起来，因式分解 ，a 减5乘上 a 可以减17等于0，所以算出来 a 可以是几？5或是17 ，17。算出来不要太高兴，麻烦你第三步一定要验算。为什么要验算？因为 log 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这里面增数一定要什么数？正数，所以说你 x 就5代5减1可以，5减9负的行吗？不行，所以 x 就17代17减1可以，17减9也可以，所以验算结果 x 只能等于几？17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。